不好意思，二位，你们的实习考核没有通过，做完今天就可以离开了。至于实习期的工资，你们直接去找财务领就可以了。好的，谢谢李总。雅丽，你在干嘛呀？什么干嘛呀？这个月呀，我好歹有几个客户，我都要把他们删了，不能便宜了他。明天就卷铺盖卷走人了，今天还这么努力呀，装给谁看？没事儿，这不还没走了吗？工作也是一天，玩也是一天，反正老板都会发工资，何必呢？既然李总已经把工资结算到了今天，那我呀今天就要对得起这份工资，拿一天工资干一天活。装什么正经呀，你这么努力工作，到时候还不得走人吗？哎，这都下班了你还不走啊？哦，你先走吧雅丽，我这手头上的工作还没有交接完，我就这样走了，怕别人弄不清楚。装什么清高呀。小白，来一下我办公室。哎哎，好的李总。李总有什么事儿吗？这几天你辛苦了，明天你来公司办理入职手续。啊，李总什么意思呀？我实习期的工资都已经结了。我今天观察了你们一天，你的态度赢得了我的认可。能力重要，但是终究可以培养，人品和责任却不是人人具备。之前你的考核虽然没有通过，但是我们愿意和你共同成长，加油。谢谢李总，加油。每个人成功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酸楚，面对人生。